星星是真的好温顺呀，奶爸一边喂它，一边在摸它的爪子。接下来就是咸鲜仔和蕊蕊仔兵荒马乱的收猫过程了。独立的小花朵先进来的，进来之后对这个柱子非常感兴趣，把蕊蕊仔抱到房间里面来了之后，再去看咸鲜仔，奶妈还说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关在外面了。因为刚才蕊蕊仔进来之后，奶妈把门给关上了。他们俩不愧是一父一母的好姐弟，两小只都对这个柱子特别感兴趣，两小只都不会乖乖回去的，所以奶妈最后还是直接给抱进去了，省事。